大家好，我是 Polo， 我来自台湾，隶属于华裔 Spider 的队，我在队上是担任队长以及指挥官的角色。那么华裔 Spider 在历年来获得台湾职业电竞联盟08跟09年的总冠军，更代表台湾夺下 SF 世界杯两届世界冠军。那我们也很荣幸的可以多次受邀至韩国、日本参加与当地队伍的交流赛事。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就是 Razer 新的机械式键盘 BlackWidow。那它呢，除了外形非常酷炫之外呢，它在旁边有 USB 以及音乐口，还可以让使用者更方便。那它一个很酷炫的地方就是，它每个按键就是都有背光，在比如说照明不足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按键在哪里。那还有它的，因为它是新型的机械式键盘技术，在它的每个按键的结构其实是非常多层次的。因为职业选手在比赛中需要同时也快速输入了许多按键，那拥有绝佳的触感以及清脆的按键输入声，可以让我们更能掌握比赛的节奏。职业选手必须长期的参与职业赛事，所以因此会有大量的练习。那键盘的寿命呢，就成为我们职业选手所顾虑的原因之一。那相信 Razer 的 BlackWidow 键盘绝对可以满足我们职业选手的需求。我的比赛游戏项目是 SF， 如果是要在 SF 里面使用出高阶游戏技巧，你必须按键与按键之间的快速连结，还有一定的节奏。那 Razer 的 BlackWidow 键盘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的亮眼，有别于一般游戏键盘， BlackWidow 可以让第一次接触机械式键盘就可以轻易上手，让他们在比赛中或是在游戏里都有更好的表现。